协经济共同体即将生效，届时促使崭新的区域经济体兴起，商机出现，成为国际贸易必争的市场。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打造自有品牌，出口台湾产品。产业的结构改变到这个市场的改变，所以政府就推动了所谓优质评价这个计划。那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印度，然后东协的印尼、越南、菲律宾这五个国家加起来哈，这个大概占了全世界的40%的这个比例。何为优质评价？这是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实施了6年的计划，它主要是针对台湾自己生产制造有品牌的消费品，其目标客群则放在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假如打到中上所得的话，我们所面对的是可能欧美国家的进口产品进到那个新兴国家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定位叫做优质的产品平价化。但是我们的目标市场假如是中下所得的家庭的话，那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在地国的这些厂商，那这时候我们叫做平价产品优质化，也就是说我的价格跟在地国家的这个产品是一样的价格，但是我们的产品比它优质。优质评价新兴市场将是长期依赖欧美日等强势经济体的台湾厂商下一个通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成长快速，人口处于脱贫到小康的阶段，正好适合台湾有品质的产品进口。商发院其实6年前开始我们就开始收集刚刚谈到这个中国、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五个国家它的消费者的生活形态。实际上我们这6年来我们已经做了43个城市，中国大陆大概占了20个左右，其他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做了100个商机产品的调查，了解说在这些国家哪一些产品它是有商机的。那么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走出台湾，假设我们的台商能够不再用纯粹生产制造的眼光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市场，而是从行销面来看这个世界市场，其实我们的机会是更大。台湾这些年来在生产、制造、设计方面的能力都是受到认可的，现在就只差品牌行销这临门一脚了。若能加强，相信台湾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新兴市场其实它的消费的潜力其实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台湾的这种厂商很有这个商品力，可是在品牌力这一块其实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在国际行销这方面的这个人才。对国际趋势的掌握、通路策略、创新拓展、品牌行销规划与整合、市场的敏锐度及布局，会是重要的一门学问。就是把台湾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用这个新的模式带进去我想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跟日本的大型贸易商社合作。日本大型贸易商社它在东南亚国家他们有很强的这个通路，那台湾有些产品他们觉得正好可以补他们的产品组合的这个缺口。而因应印尼近期运动风潮兴起，商发院策划主题快闪活动，协助各家业者将台湾运动休闲优质商品推广给印尼消费者。不仅当瞄准了新兴市场医疗保健产品多仰赖进口，便可让相关产品的商机相继涌现。这几年下来给我们的经验，我们到印尼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还好过去几年有做这样子的功课为自己铺路。到印尼不管是要走虚拟的宣传，虚拟品牌的这个拓展，跟实体通路销售的经营，其实那个经验都已经有一个底子了。6年来成果辉煌，我国最终产品出口比重从自98年的6.8%提升到104年的9.9%，出口金额也由98年45.3亿美元提升到103年的96亿美元。锁定具有潜力的消费群，我们透过精准的掌握信息市场的总体环境和消费者需求，来协助厂商开发还有拓展4D化的产品的行销策略，并且把相关的研究成果跟这个试做出来的这个行销新模式进一步的来落实还有扩散。未来继续努力
推动产业的创新转型以及优质化，提高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加强吸引国内外的投资。